这个初夜菩萨跟二乘人进阶，他已经有回光返照的功夫。可是当起心动念，也就是起惑的时候，他能够觉察有念或无念。修行就是你一念头一动，你就知道动。那这个觉察有念或无念，觉察并不是觉察有念，然后就跟着跑吧，无念。 那就清安吧，不是这样。无念一般是查不到，老实话，无念就无念了，怎么还查得到？我现在无念，如果查得到，我现在无念，就叫有念，知道意思？所以无念是不可查的，因为它就是体性，那就是本体的相状。所以如果说我们觉察到有念，那就是指导前面。 如果前面完全风平浪静，前面才是叫无念。那这个无念又不是傻傻的就进入了睡眠啊！这个要有深度的修行才知道。所以呢，就凡事没有发生，可是凡事都很清楚，离相绝百非。那这个上面这是后面来证明前面。那我们现在先说。 二乘人跟初夜菩萨，他很容易去看到有念，而这个有念呢，就要回到这个念的本身，也就是这个念里面呢，你看到有念，这个就叫回光返照了。这本身你看到有念，然后不跑出去，这个就叫回光返照，因为你没有跟着跑。然后你会在这个念里面去看到它出分别。 粗糙的、分别的这些之间，所以你就会把不应该做这样的较量，不应该做这样的嫉妒分别。这是我的分别见，这是我的个人的想法。当你从有念里面去把这些粗分别过滤，就是把它过滤掉，就。 这个动作就叫相似觉，好像是从念里面去觉悟到他念的杂执。要觉到杂执，因为人是活在时间、空间、人事物里面。当你出分别、丢掉之后，你这个人事物就会还原它的实相，就是不惧是非，不惧是非的实相。 再来运作，这样这个就变成一个理性。用我们世间法来讲，它就是一个理性的处理啊、哦。那这个是在讲二乘人跟初夜菩萨。但至于他对于这个念起的时候，把过滤舍掉出分别之后，这个实相的道理看多深。 他要进而去圆满他的能力是如何全面与不全面，这就是种性的问题。这就是种性。如果你知道这出分别啊，这一切，我不应该有自我的、呃、这个较量心、嫉妒分别啊，那这些呢放下之后，如果你推回到空。 这一切不用再动作，这个就叫二乘人。如果你推回到他的道理是空，可是事相已经现前，这缘起现前，然后它不空的部分是实相是妙，你有多少能力去处理它，这个就叫菩萨。但是菩萨跟二乘人都一样有相似觉，这个相似觉就是在内心觉有念。 这个点去做过滤，接下来我们就会发现，如果你能过滤的时候，这个粗分别已经没有了，那自己也有这个能力，做一种阻隔、隔离、筛选掉那些分别的我吃与我有关的东西，那这个上面。 点点滴滴功夫成片，自然会正这个空，这个空的道理，也能够有这个观的能力。所谓观的存在，一定在有念。不用说，我无念还做观，那不可能的啦。无念哪有观不观的问题？他本人就本身就是极了。 他已经是在体上了，是极啊。那我们说极照，那个是念而无念，那个本身不是所谓意识上的那种念。所以我们讲念，就是讲有杂染之存在叫念啊。那如果你是呃实相里面的，那就直接是觉，就是叫觉。那这个修行人。 慢慢体得到这些，然后观把这些东西又把它净化之后，就回到无念了啊、哦。那这个无念，啊、呃，无念，然后众之见现前，就实相的道理现前啊、呃，那个就是相似觉嘛，啊、哦，这是觉的内容啊、哦，这个是跟。 刚刚重复的啊，就是你会发现，你在空的道理里面安住，安住那个无杂染，然后每所有的一切，你都很容易去做过滤跟厘清。那这个厘清，一点点点点滴滴，都跟觉悟的那种那种感受是一样的，因为你刚刚是有念。 以有念来过滤它，依然还是叫有，能不能化掉？完全没有，那就要进阶，也就是相似觉是在你做观行之后去除杂质，去除杂质无分别觉悟了他的实相，但是行动能力还不能有什么样的呃绝对的说法啦，跟种性有关。 那相似觉之后啊、哦，如果有悟，就会进入到法性身，也就是如果你不是二乘人，以心经来讲，他讲的是菩萨，所以你会相似觉，好像正的清净法身，因为就会清净啦，所以这个时候进入了法性身，那所有一切。 一旦清楚就是无相。如果你还是留着，留着你的觉跟留着那个答案，就一直在相似觉，就是一直在相似觉。所以这个相似觉会让很多修行人以为悟，他会以为哦，自己在这上面有体悟。你看我，我已经懂什么了，我已经懂什么了，我已经懂什么了。我的过程怎么样？我已经超越了。 其实完全是在相似觉，因为他还是在有念，只是他原来是杂执的世间相的念，之后体悟出来的是出世间的法，而这些法一定跟你的文思前面所学习的这些内容是吻合的，才会成为相似觉。那这个就是所谓你有智慧的感觉。 在《心经》里面，一直到最后写“无智亦无得”，对不对？可是《相似觉》里面，它一直是有得的，它有觉的内容、觉的动作跟觉的内容。那这过程呢？如果分分正发生，它就会真的把这个念也觉到我在在，我现在尚在念呢。我现在尚是有念，还要把这个念完全的。 抵处才能离相，看一切皆无有相，这一切都无相，所以才会舍掉中品的分别。我们分别初分别是在分别分别世间的所有一切因果关系、自己的情绪问题。那中分别呢？中品分别就会看到自己苦集灭道，或者是。 这所谓的知见问题，那这个会看到你有一些认同跟不认不认同的法要，你有一些相应与不相应的法门，这些都是属中品分别。那这些你如果能够在觉察、觉察自己的这些东西，一直很强烈的站在自己的呃、这、呃、个、放在。 心中的某一处，这个时候还要指认这，这是分别法值。这是分别法值，就是中品的分别。这个让自己顿断这个分别法执，才能够舍一身性障，才能舍掉。你会回来凡夫，你还会回来凡夫的这种、这种、这种原因。 因为你还有法执嘛，你还有法执，还是凡夫的一种知见，只是你原来的知见是粗糙的，现在的知见是法的知见，它本身还是见呐、啊。所谓一生性，就是指凡夫性，六道之中未能得佛法的有情众生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你可能是有佛法，可是你还是有知见。 那要完全脱离不在三界里，那你的这个念，你的这个执，其实是左右你回来的原因啦、啊。然后这个上面呢，如果你能够在这里还离相，断了自己的分别法则，啊，正变形真如，也就是让你在所有里面不管。 大事小事，不管什么的发生，你都看到中道实相，也就是非常非断，不落入两边，空有两边。那这个时候得中道佛性，这个就叫法身菩萨。所以法身菩萨是从相似觉里面再离相出来的。而这个离这个相是什么相？ 就法执、啊，就法执，法这个就法身菩萨随分觉，好、哦，所以你所现起的所有的一切里面，有念里面在超越这个相，所以他会证入一分法身，真真如之体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一直讲体向上，体性上修这个体。 没有生死之念，也没有涅盘之念，他没有，他是毕竟清净，在所有一切运作，但这里面呢，又不是死寂没有作用，所以他是不变随缘。那具体无念，但这个无念并不是没有，就是没有实相的智慧。 所以它能够随缘而不变，嗯，念即无念，无念即念，这个时候它就可以进入用。我们讲体相用的这个用，而这个用呢就没有差别啊，它就不是所谓凡夫的啊、呃、框在自我意识上面的造作了。那慢慢的呢，这个要。 从每一个相似觉当中突破出来，所以会间断具身法值，这法值的内容那可多着了，所以他会纷纷的、渐渐的、慢慢的、一点一滴、一点一滴，完全舍掉这个中品分别，才会得法空。 我们不是人我跟法我吗？吗所以才会法空而入无漏。这中间需要多少时间跟多少用功，这个每个人不一样。但这中间他历历时的时间有多长，都是一定有的。那这个修行的中段。 就是从相似觉到随分觉，几乎都在现况中，都在现况中，也就是对于你现前的所有的一切境界、现前的所有的一切人事物里面去觉的。至于要去觉到累生累劫的那个种子，那还要加工用心。 你必须从你此生此世的法子里面完全、完全去修行，然后渐渐的去断，之后你现况都不忙。我们一般是不是忙着在现况里？打刚嘛，不音该被嗨去，一件什么事都都现齐，然后把自己放到里面再搅和嘛。 那如果说你能相似觉觉完之后随分随现前，所有一切都觉，那个叫无事人呢、啊，就不会那么忙碌啊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累世的这些种子，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子，这个过程里面，它就会开始发芽，也不尽然说起现行去造作它。 我们众生为什么不能破无始无明？是因为你每天都在加很多的料在这块地上面，你每天都增加很多，你光处理这些都来不及的，更何况你还典藏它，你不断不断的典藏啊！如果你从前面的开始修修到这里，是不是现况都没事？你现况都没事，你就会这个。 八是田中的东西，就会很明白。你这个时候只要起正念，安住在清净当中、无为当中，任何佛的这个法义、四圣体、十二因缘，不管是什么，只要佛的这个这个法义啊，随便拿起来，三世诸佛。 伊波若波罗蜜多故，只要任何一句法义，它都可以随入。意思是说，你在这个有任何的一个足迹，不管是字，不管是音，不管是时空，当你这个的时候，那一区的种子，那一区的故事就会现前。那这个现前呢，你就把过去的东西拿来随分觉。 那这累生累劫的东西，就像草，可以一把火烧，因为它有很相同的东西，它的基础的属性是贪嗔痴，它基础的原点是无明，对不对？当你跳开是非，那那个所有的东西长得没有什么两样。 当你有是非，你现在在想着，你现在,在想着，现在都没事了，那想着过去我的恩人，然后顿时之间，你过去，比如说我从从小到现在的恩人，从早到现在的恩人，他马上现钱对你施过恩惠的人，那这个恩人现钱的时候，如果你进入情绪当中，你看他曾经给我十块钱，他曾经帮助我，他。 教导我什么？让我去参加比赛。他曾经怎么样？这个东西呢？如果你陷入故事情节，你就要走一趟，是不是情又拉回去了？然后眼泪掉下来。你看人家对我这么好，我真是狼心狗肺啊！忘恩负义。这个时候，世间的情会涌起来，涌起来之后，你可能要急于去报恩了。如果你现在死了。 那也会去报恩。那这个上面到底要怎么做？没有利润呐、啊，我只能这样说。所以，当你在看过去的恩，看完这个恩人互惠，还是他对我的恩惠，再来看怨。当你同一句“怨亲平等”这个怨出来的时候，你所有跟你有恩怨，那马上所有的众生都现钱了。 啊，这个现前的时候，你如果又进入愿，你是不是凡夫的性？贪嗔痴又回来了。所以一定要悟到某个程度，他看过去没是非。你没有悟到那个程程度，没有觉，你看过去还是入是非。你可能用啊阴暗啦、阴垢啦，哈、啊啊，用慨叹就给他糊掉，或是阿伯都是比安啊，用接受去。 让自己不产生太大的波澜，这个都是方便。那个还是意识在洗意识啊，用净意识去洗染意识，这个大家听得懂吗？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随分觉之后，一定要修平等，平等性质是恩是怨，是好是坏，所有过去的东西都是无明，他所有的一切。 你平等觉观，平等觉观就像一把火，烧掉草一样。这个一念相应啊，这个就是最后的那个入金刚预定，就是那一念的一念的烦恼心，这个上面就是要。 用清净的平等性质，去平等的去观察这些，入金刚预定，然后法空无漏妙观察智，这一切就完全明白了。那就是就近道，这样的过程叫就近道。那这个一定是得做的，修行不是说。 我现在真的空了，我现在什么都知道，我现在没有烦恼了，过去的都没有了，未来都没有了。我们在悟或是修行的这当下，是断过去心，所以要断相续心嘛。我们对未来没有期待，所以才当下才不会受到很多干扰，对不对？就没有干扰的状态。那当你清净的时候，未来不用处理，因为未来还没有现前。 所以几乎都会去处理八十天中的东西。那八十天中的故事集，那所有的东西处理了之后，你当然知道后面的后面要走的因缘的路线。而这个因缘的路线呢，你完全纳受它，你知道那就是实相，而这个就是不变随缘了，不变而随缘呢。那这上面就没有。 在所谓受与不受，就是我要接受他跟不接受上他的这种运，这种五运的产生，因为受以事为体嘛。当这个事的这个东西明白了，入金刚预定，最后的这一念心，就是以觉的话，就是叫究竟觉。但以未来而言呢？ 那就是入法界，入清净的法界所以总说，从出证法身之后，纷纷要增进，直到圆满。那这些易熟世中的有漏种子，手无不尽，要转成阿摩罗氏，也就是刚刚讲到，这个是要用功的。 很多人在这上面有一些模糊的想法，修行常常会有一些模糊的以为，就认为说我我怎么就清安啊，我开悟啊，我都了解啊，然后安住在这种状态，住住在这样的一个状态，就是住一种极尽涅盘的状态啊，不受后有啊，前面也一概不算，其实。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，其实是单一的，它并不是三世一切诸佛。所以《心经》它有三世一切诸佛，有提到，那也提到三世一切诸佛都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而你是过去佛，还是现在佛，还是未来佛？这个三世并不要，并不一定是要表达过去成就的佛，或现在的佛，或未来的佛。它同时。 也是让你知道诸佛，但是你必须觉行圆满呐、啊！你觉此事圆满，不竟然过去因果圆满。但世尊他就有视线，他把过去生过去世的点点滴滴，是只鸭，是只鹅，是只,只老虎，是只鸽子，什么都好啦，都完全很明白。也就是过去的一手种子，全部转为阿摩罗氏。 就是一把火烧掉那个杂志而石像全部现前，而、啊、这个石像呢，就是大圆镜智哦，这一念相应，这就叫一念相应啊，那这个就是本觉喽，清净圆满的本觉，维系的分别念就完全没有，这永尽。 这个上面都是要从随分觉之后继续用功，但是这个用功却没有用功的相状，他必须在一个定当中，他必须在一个定当中清净的去看到所有的一切，所以在一把火烧掉过去的种子的当下。 那就再也没有污名，过去的处理了。现在的由刚刚的努力当中，已经得到了一些证明。那这样子是不是次第很清楚？那我们了解《心经》回归回来，还是教我们顿悟法门的。刚刚是每个人自己修行里面有个次第。 那现在来谈到众生已经有妄念、有相，这状态之下怎么修？心经这么短，他告诉我们呢：一切的众生，我们是住在忘计分别当中，计较分别，而且我们有相，所以。 要把这所有的功夫，在这个一念里面去修行，这你要千百次、千百次的努力。第一啊，我们要指认这个妄念，它本来是无相的，所以你先把妄念的相给看清楚，这是妄念呈现的存在。 其实这些，它是虚妄的，妄念本无相。那你知道这个妄念本无相了之这一点，这个妄念啊，就不会在一一直在那里。你是不是就可以离相？那再来观察这个念，你知道？ 这个妄念是无相的，那所以这个念本身呢、啊，这个念本身的内涵是关系法，是因缘法，是缘起。那如果是我以意识来结构这个念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就要彻彻底底的。 去看到这个念的属性，那你看到这个念的属性，就知道这个念跟自己的这是呃根尘事有关系，通通放下，通通放下。我们刚刚是次第修，是不是回去？现在是你这个念来自于根尘事，所以呢？ 观察它，然后通通放下，通通放下六根就清净了。通通放下六根清净，然后这个觉性在其间，《心经》讲的就是希望这样，觉性在其间，那你就相似当中了，相似正德，然后一样，所有一切都维持这样。 自然就能证得清净法身，这是一连串的，它并不是需要有一个很长远的运作，就是你要抓对那个重点。那分证，那分证之后呢，一样你保认。保认在这个清净当中，保认在实相当中。 所有一切呢，以佛之之见作为你生命的准则，以佛的之见，你说到底佛的之见是什么？三法印四法印啊，一切毕竟空啊，诸法毕竟空相。 所以你要完全安住在佛之之见，而作为修行，空与有的关系，空即妙有。如果你都一直在这样，从始至终都这样，就不用再转什么三层，它都没有三层的阶梯呀、啊，是不是直接拿佛之之见来行住坐卧，自然？ 就能够顿悟，所以同学在修行的里面呢、啊，我们可以次第的从六级佛，从众生的心性开始，一直到成佛的六个阶位，慢慢这样走，也可以自己在杂染的妄念、烦恼心的当下。 从以上所说的这些重点而进入，而这些中间要把握一个大原则，也就是你现在所有的修行，你现在所有的办法，会归回去，都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而无住处涅槃。 就是，既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亦是真正的在无住处念盘当中。那这个所有的一切，就不是所谓偏差的偏差的境界偏，这样会比较安然。那佛有讲啊，菩萨才能成佛。 那为什么我在修行这些静态里面，我这样修，跟每个当下这样修，难道不是佛吗？是刚刚所说的就是法性的，法性的佛。但生命里的实相是，你看到过去的一切是无名造作，已经不再是是非了，因为它是实相因果。那在实相当中呢，要如何？ 把这所有的一切，一切圆满了。所以这里面呢，菩萨就会有积极性，他会有积极性，他不是等着啊，渔、呃、民呢，以来这个供啊，度掉这个供啊。菩萨他自然的，已经没有什么大事了。同学，你有没有每天很多事？以事物上的事而言。 如果他成为烦恼，那么就是纠结帮助你的四件事嘛。如果你已经不再追求这些东西了，那你真的无视人，你无视人之下，你会看到过去的十相因缘果，它还是会和合的时候会现前嘛，并不是你了解佛法的道理之后就断灭因果了。 这因果实相，它还是因缘法会完成的，会现前的。所以，在这个里面呢，菩萨自然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而这个悟达到某种程度，它自然这个要解决觉他，自觉跟觉他，它会同时，同时在进行。 开始或许我们花在自觉上面比较大块，之后呢，自觉的同时也能做稍许的觉他，这是随因缘而行六度。到正修六度的时候，他在所有一切在觉他，也在自觉。到最后像佛的话，他不需要再自觉不觉的问题。 而是全然在觉他，那这都是菩萨正量跟能力上的次第差异，而没有什么对与不对。所以佛就讲啊，在菩萨的德目里面，在修行，如果我们刚刚讲初业菩萨，想回到前面所讲的观行即佛之后的相似觉。 这个时候，你一定会去觉悟到过去的对跟错。你觉当下的，呃，离体是空，因缘相撞是有，缘起当中是性空。理是应该圆融，所以理上面之空，事上面要圆融，要做完，所以理事才圆融。这个时候，你一定会看到。 比对于自己过去的很多不足，所以菩萨一定会这个菩提心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会自然现前。如果你住在偏空里面，那那就难说了。否则，这本来就佛性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它本来就是圆满的，它本来就变一切的。所以呢，佛在讲啊。 如果有发菩提心，叫初夜菩萨。这个时候，你自然会使用生命的任何一个现况去做完该做的事。那德目里面就不是直接忍入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这是六波罗蜜。那六波罗蜜之后呢，还会加上菩萨真实的。 作用力，这六波罗蜜回归回来，比较偏向自力，比较偏向自力，它是属于学习中。到波瑞波罗蜜现前的时候，它会真的体相用的这个用大为发展，所以它会有方便愿跟力跟智四波罗蜜加起来是十波罗蜜。 以下就要跟大家介绍这十波罗蜜。如果我们从刚刚的自我修持里面去觉悟之后，你会再回头去看到自己生命的东西，你会看到生命现况中的一些。那你能做些什么事呢？你应该做些什么事呢？ 还是快快乐乐的，就就死吧，这就是种性差异了。这个地方就是种性差异。如果我现在有一念，我快快乐乐的就死吧，也是一念呐、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该做什么事，应该做什么事，该死的时候一定不会懈怠，也会真的就去死啦、啊。但是这个因缘里面呢？ 你会很自由的，很自然的去完成你生命可作用的部分。那我们从初夜菩萨开始讲了，大乘佛教中，菩萨要成佛道，必须实践这六种德目。不管这六种德目，你起始点是在哪里？或许你连观行即佛这个位置都还没。 你可能可能从名字吉佛里面听到不施，了解不施是什么？直接融入经济产品智慧是什么？基础上，你一定要先肯定你吉佛，要先肯定你有佛性啊。那这上面呢，不管你在哪个位阶，你是重叠的，先听到这个六个德目，就名字吉佛，还是呢已经观行了，还是相自觉了？ 还是分分正法身呢？这个就是所谓凡夫菩萨跟圣位菩萨的差异。不管你是凡夫菩萨跟圣位菩萨，自然的生命的相状，真的就是这样。第一，布施波罗蜜，布施波罗蜜讲到这个布施能够达无极，也是达到圆满，没有负担。 这里面就有靠物质来作为第一个接触的点。这个施是施给谁？施给有需求者。这有需求者的现前就是因缘法。这个缘起是空，所以这个施呢，不过就是因缘中的圆满而已。它以物为介质。 所以布施，先讲财施，这是一个靠近众生、跟众生相遇的的一种相状。接下来，接下来就是法施，把这个真理说出来。基础上，你的心中了解了解空的道理，无执着。 这些才能够持续的失，否则你会有极限。那这个法师就讲到宇宙人生的真理。再来是无畏师有众生的存在，就有其无名的存在，又有其五蕴的存在，所以他的内心有恐怖，颠倒梦想。 就要使他安心，看他对什么有挂碍，就从那个点下去帮助他。对自己来讲呢，自己对物是自由的，所以再也没有牵贪。那这个布施是菩萨行为的第一个动作，因为。 人是心色二法嘛？你要靠近人的时候，你本身是色法嘞。你本身色法跟色法当中，一定有它交流的物件。那这个就是从布施开始来行为。这布施有些时候只是所有权跟使用的共享，还不一定这个物是属你的啦。所以这个时候。 它不是，不是把一守住，或是变成无限，它是毕竟空，它是平等的。所以有些时候，你以布施来讲，要讲到说，呃，无我受者，呃，施者受者，还有这个布施之物，就这个物，倒不如说实相中。 这所有一切，没有真正的，没有真正的所有权、啊、那这样子的话，不管这个法跟这个物，都不会有挂碍，它是自由的。这讲到布施，所以当你能够这样布施，智慧是不是在里面？是不是在里面？那自己呢？ 自然就没有浅谈。那菩萨在布施的时候，都会看到自己，或许有若干想法，该与不该呀、啊？完全如法如律就好了，不要想那么多。你要是知道该与不该，都是一念的想法。 你应该去看到众生需要跟不需要。如果会帮助他无名，那就是不该；如果帮助他能够厘清走出来，那就是该那这个物品帮助他暂时得到舒缓，也让他看到他应该如何转，然后去除无名。那这个整个的动作做完，才叫布施完。 对不对？那你说我都不给他，我也不救他，我就要让他绝望啊，回到空，这可能是你自己的想法。你都那么不容易空，众生容易空吗？所以这上面，除非你的法很强，你有办法指点他那个空，但回到空之后，众生还是回到生命的现况中。 空正得了，还是需要这碗饭，所以你饭要先给还后给，次第由你决定。但答案是他的自由自在。那这个就是菩萨的善巧方便。如果他得空的正见，放下执着会来的比较快，你就不要给。那他得空之后，对这个要与不要。 已经无所谓，取他一点点借假修真，那么你这个办法就叫对。但众生一般来讲是没有办法直接进入这样、啊，所以都会以物的这个财物物质作为一个介质先带引他。这是布施波罗蜜。刚刚谈到这个菩萨开始，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位阶。 是凡夫菩萨呢，还是圣为菩萨？总是会看到自己有很多，到底该怎么办的这些行为。所以，什么是我生命的准则？我行为的准则？这个就不要有第二念了。你就照着佛所说的戒律这样就好了，是不是单纯一点？有些时候我们很叛逆自己呢，就是。 就是这么老了，还当叛逆的老孩儿。明明就知道这不对，可是你就是，就是会纵容自己去，反正就是想这样做嘛。为什么不让自己乖一点？就单纯一点，乖一点嘛。你回到你最原始、最初的那个干净。你妈妈叫你来吃饭，你会不会过来？ 跟你讲上学去，你会不会上学去？会？你到底什么时候你就变得这么叛逆？就是我，就是那个让我要逃遁于事实，我不想负责，所以我就说不要。我不想遵从，就怕别人欺负我，就为了保护那个我，所以就让自己抗拒了世界，跟抗拒了所有应导。 就是在家庭里惯常会听到，你如果叫老二去扫地，他说：“姐姐怎么不用扫？”那弟弟呢？反正站中间都要打上面骂下面，那站上面的，我还有很多事呢，什么都是我做的。爸妈会说他们比较小，不公平。那做小的呢，习惯了。 就有他的撒娇的伎俩，反正人就是不会去对世界有一种平和的看法。如果你对世界有一些平和的看法，然后这个因缘起了，你就去照佛所说的这样做，不就好了吗？佛比你的父比你的母还更有智慧呢。那你自己的智慧说来说去。 还让自己烦恼的不得了，所以那个都是错误累积的想法。当你看到你身边有很多理不清，何必那么傻？就照着佛所说的这样来做就好了，你就很快就会清。你不用抗拒，你不用抗拒佛，你应该是抗拒你自己，所以你才会烦恼。 你看抗拒实相，你才会越看越不明白。其实它本来就是那个样子，就是你要把它想歪了，你就不明白了。修行里面，菩萨的行住坐卧要一个准则，就是让身心能清凉，那就是照佛所说的戒律将，这样去去学着去做就好了。那有些时候细目不知道，但大原则总知道。 大原则就是贪嗔吃慢疑啊，二口两舌啊等等这些啊，杀盗淫妄救啊，所以这些呢，就是让自己内心把这些属性，只要有这种属性，都不要，你都不要去从事。那慢慢你就会看事情做些什么，就会将心比心。将心比心不是。 不是变得讨厌世界，而是你会柔软你自己。很多人在持戒的时候，都会变得跟世界对抗。我持戒，他为什么不持戒？吼、哦！业然我告消贪，吼、哦！业然我告杀业或等等。其实真正的,的持戒是柔软的，你的心会看到众生受到杀害，他会难过，倒不是用自己为出发点。 就是用众生的角度，而会让自己自省，不要造这个恶业。那如果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你你不用管别人要走到哪条路，你只有一条路是要成佛，这样不是单纯多了吗？你要跟他较量，他那么坏，我为什么我为什么要纵容他？没有叫人纵容他啊。 你不需要纵容他，但是你也不用讨厌他，因为你要走向去去向佛国净土的人呢、啊，你管众生那些干什么？你要持好。